马上就是520了，让我们看看上次浇花的小仓鼠脱单成功了吗？这次他在给花骨朵浇水，暗恋他的小仓鼠拿着玫瑰花躲在他身后。路过这里时，在角落发现了罕见的蓝色小花。我想画一个给小花拍照的小兔子，没带调色盘，就去捡了一个盖子。希望小小的他平平安安。昨天小区除草，赶紧去看上次画的小兔子吹蒲公英，果然只剩兔子了，还撅着嘴，补救一下吧。你猜到我是怎么补救他了吗？我们热闹，怎么一直在遇到？我比谁都